子玲啊，你真正想要利用徐英泰甲你斗三工救巧涵哦？嗯，巧讲徐英泰伫司法行政界很有影响力，起码只有巧伊出兵，阿姐周宪兵，才会当替巧涵解决麻烦啊！哎呦，你千万别冲动啦！徐英泰笑面虎呢，而且我看会出来啦，伊对你哦有非分之想啊！我知影，我知影，伊对我有感觉。高冠廷，你应该真了解这款人心内底想啥对无？你敢袂当甲我讲，伊刷来会安怎做，我才会当自保啊？哎呀，佫是徐英泰哦，拢敢当伊某的面公开，佮放话要偷来暗去呢？伊佫有甚物代志做袂出来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徐英泰哦。就是现代版西门庆，就算今嘛在伊面头前改做怜香惜月正人君子，无对你安怎？啊，我到最后，而且对你出手的啦。哼，我就知影这款代志，问你就对啊。你哪来讲啦？哎，子玲啊，总共一句啦，你千万爱记哦，伊这种人哦。一点钱也没掏清哦，用施恩不忘报，还有英雄救美这几招，意思就是哦，就算无代志，会当回斗三工，伊嘛乌空里跳，然后去救你，比你欠伊认真。你看，伊即卖就是用施恩不忘报这招啊。所以来哦，徐英泰就假可怜，伊跟你讲，甲伊某感情无好，就抗议。就寂寞的，哼！到最后，伊就假做甲你不期而遇，送你上爱的物件。奇怪，我哪会感觉你讲这个代志，你较早嘛安尼对我做过呢？啊，不过真可惜啦，你这个公事对我来讲一点仔都无路用。你讲安尼嘛对啦。好啦好啦。你是铁打的江山，攻不破了。所以我对你哦，应该当放心啊。我知，你甲徐英泰无同款。虽然讲你很花心，啊，不过你对查某囡仔拢是用真心，只是交往时间无好多真久尔。啊，不过徐英泰就真正无同款啦。伊甲查某囡仔当作战利品。可能想要征服、占有、利用，参求伊这款比伊屁股比更小太多，多好是我下手机会。子玲啊，你真正要对徐英泰用美人计哦？这个考虑一下啦，我是烦恼你对我有欺负呢。所以，高冠达，我需要你来做我的保镖啊。啊！而且，你若是肯配合我，我真有自信，我会当全身而退，够替巧涵解决这大麻烦。哎呦，子玲啊！你明明知影叫你开嘴哦，我绝对会答应的。啊，不过咱阁想其他办法好不？我真正无希望你甲伊聊落去，你对付徐英泰啦。阿伯，我拄仔哪会听你咧讲是啥物货，啥物人要对付徐英泰？无啦，妈，坐。我是伫个甲高文达讨论讲哦，要用啥物办法会当处理巧涵甲迄个周建斌的误会。妈，知影你听小巧涵，啊，不过即马外口人。拢将你含迄徐英泰安尼讲甲袂听真，妈是感觉吼，你还是家己的名声先顾较要紧啦。迄款人吼，离愈远愈好啦。子玲啊，爸甲你讲哦，你放心啦。若讲到这柯英台哦，甲迄个什么周律师的哦，因两个若要去当面高高定找你的麻烦哦，我这条老命绝对赔的啦。哎呦，爸，你莫遐尔冲动啦。前阵仔，我甲徐英泰的新闻哦，徐英泰已经处理好啊，
妈、爸，你爱相信我，我真正无甲徐英泰安怎。子玲诶，爸甲妈当然相信你诶人格啊，啊，毋过恁这风波敢真是会当平息？你真是无需要讲话来安慰阮啦。无啦，我无伫安慰你啦。阿伯，您放心啦，徐英泰哦，找子玲讲这件代志时阵哦，我嘛在场呢。而且子玲甲徐英泰绯闻，根本是假啊，所以无代志啦。不过阿伯啦，我是希望哦，您靠近子玲啦，卖为了叫巧涵哦，甲伊冒险去对付徐英泰。高冠达，你怎转去哦？我讲唔对话啊。阿伯，那么辛苦是啦，阿玲较早休困咧，好，拜拜。谢玲好。好。英娘来了。妈，爸，阿兄伊话你哪会搁出去哈？唉，就自从小芳伫个店的受伤以后，厝边头尾对我的态度拢足冷淡的，甚至。阁有足侪人拢讲我卖假牌，是咧假善车，啊，所以拄则我都和恁爸哦，去甲恁店的安尼整理理的，门关关的，暂时卖做生意啊。妈，你管他别人安怎讲，为着咱阮媳妇快就好啊。无，小芳代志处理好以后，你甲爸。足够啊，善心好不好？就是安尼讲，我嘛是甲你妈妈安尼讲，是讲哦，厝边头尾人嘛是足奇怪，啊，大家安尼厝边安做遐尼啊久啊，啊，毋是讲无了解讲恁妈妈的个性，佮拢安尼当面安尼讲讲遐有诶无诶，徐英啊，是你讲诶无毋对啦，你着听伊话啦，毋管哦别人安怎去讲啦。假使讲哦，你踮这个所在安尼，若无欢喜住，无咱嘛是会使找一个所在搬来遐住，咱两个来嘛当安尼好啊来养老啊。这间厝是咱的祖厝，也是咱金家的根本。妈妈住伫遮遮尼久，较早是为着要等恁爸爸转来。即马我继续想要走落去，是希望会当等着燕君倒转。妈，爸，我忝嘛，我想要去休困。你妈较早休困了。是咧讲我的心情，哪会知影？我讲唔对话，孩子能够想起燕君。袂啦，卖想像遐尼啊多啦。啊，代志哦拄着啊，啊日子就是安尼过，无啥，卖我白想啦，哈。